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教育部体育署中级国民体适能指导员，我是启修教练，今天要来带大家操作没时间也能够在家运动的动作哦，请大家准备好水还有毛巾，我们一起来运动吧。接下来呢，我们会从暖身的动作开始，我们会有三个暖身的动作。待会呢，第一个动作会从肩膀开始，双脚微微打开，膝盖保持微弯，上半身帮我保持量身高的感觉，双手放在你的胸前。待会呢，我会做一个穿衣服的姿势，活动一下我们的肩关节。待会用你的手肘向后带，慢慢的往前画圆。你会感受到你的肩膀、肩关节活动，慢慢用手肘往前带。我们再三圈，记得帮我保持好你的呼吸哦，腹部微收。最后一个，好，非常好。接下来我们要往后做一个往后脱衣服的姿势，手肘向后带，慢慢的由小圈画到大圈。非常好，记得帮我维持好你的身体，不会过多的晃动。最后两个，再一下。好，非常好。我们完成了肩关节的暖身，待会会完成我们下肢的髋关节暖身。双手呢，微微的帮我打开，保持我们身体的平衡。待会第一个动作，帮我从右脚抬高到你的髋关节高度，往外打开之后放下来，保持身体的平衡。再帮我回到一开始的起始动作，好，右脚完成，我们往左脚试试看，左脚抬高到髋关节的高度，向外打开，再从外侧绕回来，活动一下我们的髋关节，记得身体帮我保持平衡哦。来，第二次，非常好，身体保持好呼吸，往左脚，非常好，你的另外一只脚呢，膝盖记得帮我保持微微的弯曲，身体的量身高感觉不会消失哦。非常棒，还有两组，第四组，非常好，慢慢的做，让我们的髋关节慢慢的抬高啊。如果你觉得抬高会有点不舒服的话，你可以试着不要抬得这么高。好，我们最后一次，往外打开，非常好，最后一个了，左脚一次，旁边打开，缩回来，好。第三个动作呢，我们会做一个弓步转体，会一起活动我们的髋关节，还有我们上肢的动作。待会双手帮我比一个赞，放在你的胸口两侧，好，约腋下的位置。好，等一下呢，左脚向后踩一个弓箭步，后脚脚跟可以稍微离开地板。好，待会呢，身体帮我转向你的右侧。OK， 腹部记得帮我微收。好，记得你的前侧的膝盖。脚尖帮我朝向同一个方向，身体呢尽量的帮我往右侧转过去，会感受到你的肚子、胸口有点紧紧的感觉，下巴微收回来，右脚换边，右脚向后踩，身体往你的左侧转过去，好，你的胸口跟你的脸会朝向同一个方向，脚收回来，换脚再一次向你的右侧，试着比刚刚的角度再多一些些，收回来，换边再一次，记得帮我保持好你的呼吸哦，加油，下巴微收，换边再一次，左脚向后踩，身体转向你的右侧，非常好，身体你的身高的感觉，量身高的感觉不会消失，我们还有三组哦，左脚向后踩，身体转向你的右侧，非常棒，换边，右脚向后踩，转向左侧，脚缩，换边再两次，向右转过去，好，帮我速度保持好，还有你的呼吸，加油，快要完成了，向左侧转，脚缩回来，最后一组，左脚向后踩一步，下巴微缩，非常棒，角度试着再帮我稍微大一点点，向左转过去。OK， 好，我们完成了第三个暖身的姿势。好，接下来呢，双脚借我微微的打开，双手在你的身体两侧，踏步给我。
好，因为在待会的主要训练中呢，我们会有一些支撑的动作，所以接着我们要来活动我们的手腕关节咯。双手给我食指的交扣，顺时针手腕关节帮我绕圈，速度帮我稍微再快一些些，很棒，继续。最后十圈给我，九八七，继续哦，六五四三二，最后一下。好，换边一样十圈，九八七六，手腕关节应该会有点酸酸的，三二一，好，回到踏步的姿势，手再帮我加大前后摆动。好，接下来的动作呢，我们要提高我们肌肉的温度咯。你会感觉开始有点呼吸急促，心跳会有点加快了。准备好了吗？双脚给我，开始小跑步 ，Go！ 好，动作再帮我加大，脚记得帮我向上抬，膝盖保持弹性。好，这时候你会跟我一样吗？讲话有点喘了，还可以吗？继续。我们还有十秒钟，九秒，八，七，继续呼吸，六，五，四，三，二，一，好，回到踏步，调整一下呼吸。好，跟我一样，有点喘了，你还行吗？我不行了，继续呼吸，很棒，非常好。好，接下来呢，今天的运动我们会有三个心肺的动作，还有三个肌力的动作，那我们会把它组合成间歇的训练。那你准备好了吗？那就跟我一起动起来吧。待会我们要操作的第一个肌力训练动作是上肢的伏地挺身训练。好，待会可以先看我示范一下。等一下呢，我们会做一个四足跪姿的姿势。你的双脚脚尖轻轻的点在地板上，膝盖在你的髋关节的下方，双手在你的肩关节的下方，下巴微收。好，这时候你的背部会有一个平板，像是一个桌子一样平平的。好，等一下呢，双脚伸直，好，下去之后跪膝的方式，双手再打开半个手掌。待会下去的时候呢，手肘下去到90度，胸口接近地板，手肘的外开呢要有45度的位置，吐气回来，我们再一次吐气上来，手肘不会完全的锁死，保持一点弯曲的位置。好，刚刚的示范都没有问题了吗？那我们要正式开始哦。好，双手一样在你的肩膀正下方直膝的位置，手掌微微的打开。好，待会会有10下的时间，准备好了，上，保持好呼吸，核心的稳定，非常好，继续上，四，回到原来的位置。如果你觉得强度不够的话，你可以试着用直膝的方式上，加油，核心保持稳定，继续呼吸上，也可以选择用继续用跪姿的方式上，九上，最后一下了，上。好，我们的第一个记忆动作操作结束，等一下呢我们会操作一个心肺的训练。好，待会呢第一个心肺的训练我们会从抬腿跑的姿势来开始，等一下呢双脚微微的打开，膝盖保持微弯，待会右脚慢慢的抬高到你的髋关节高度，如果觉得抬不了这么高的，我们可以到这边就好了，放下，换左脚抬高，回到原本的姿势。好，等一下的速度呢我们会有30秒，那你尽量帮我保持好你30秒的速度，可以连续做30秒的速度。好，保持好这个速度就可以了。准备好了吗？我们有30秒的时间哦。好，来，准备好了，3 2 1 Go！好，膝盖帮我保持微弯，慢慢的保持好你的呼吸，上半身保持直立，非常棒，加油，膝盖保持微弯，感觉到喘了吗？有跟我一样感觉到喘了，加油，
量身高的感觉不会消失，手轻松的自然摆动，脚可以再慢慢的抬高。我还有5秒钟，4、3、2、1，好，稍微喘一下，双脚先不要急着停下来，稍微呼吸一下，非常好。好，等一下呢，我们操作第二个肌力训练的动作。好，第二个操作的肌力训练是我们的深蹲的训练。好，待会先看我示范一下。待会呢，双脚微微打开，膝盖脚尖同方向，膝盖保持微弯，身体帮我呈现量身高的感觉。好，待会下蹲的时候，你可以选择手帮我轻松的叉腰就好了，屁股向后推，蹲到感觉后面有椅子，你要去坐着它的感觉。待会下蹲的时候呢，膝盖脚尖帮我朝向同一个方向，你的膝盖呢不会有内夹的动作，记得帮我朝向你脚尖的位置。我们再一次哦，我们从侧面看一下，屁股向后推，要坐到椅子了，大腿接近地面平行，好，不一定要蹲得特别低，好，可以感觉到你要坐到这张椅子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好，准备好了吗？待会我们有10下的深蹲训练哦，一起操作吧。双脚微微打开，膝盖保持微弯，身体量身高。好，准备好了，一，帮我保持好呼吸，吐气上来。二，加油，大腿出力，身体不会驼背哦。三。非常好，上，四，上，还可以吗？保持好呼吸，上，再5个，上来，上，屁股向后推，坐到椅子后，上，最后2个，上，最后1下。大腿感觉到特别的酸。好，我们的深蹲训练结束了，接下来是我们第二个心肺的动作，快速的连续出拳。好，接着预备姿势呢，双脚稍微打开，比肩膀宽一些些，重心稍微放低，双手呢握拳在你的身体两侧。好，待会打出去的时候呢，高度在你的嘴巴高度，手肘不完全的锁死，收回来换边试试看。好，没有问题了，我们加上一点速度还有力量进来，像这样子，带一点点身体的转身出去。 OK， 没有问题吗？待会我们有30秒的时间，帮我尽全力的完成它，想着你在打沙包一样。准备好了吗？3、2、1 Go。很好，速度可以吗？跟着我做，把每一下力量送出去，快速的收回来，继续保持呼吸，身体带一点转身，很棒。好，待会呢10秒钟给你们，帮我把速度跟力量再送出来，可以吗？开始。最后了，3、2、1。好，回到身体两侧。好，稍微踏步一下，有没有觉得跟我一样喘了，开始讲不出话了？好，以上的快速出拳是我们第二个心肺的动作，那我们准备进入下一个肌力训练的动作了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会操作第三个肌力的训练，是针对我们背部的训练。待会呢，我们会呈现弓箭步，向右脚往后踩1小步，双手呢放在你的前侧大腿，身体保持稳定，身体会有点屁股往后推的感觉。这时候呢，你的下巴微收，背部要帮我保持一条线的位置，双手呢自然的下放，握拳头，比出一个大拇指往外侧。好，待会呢操作的时候呢，我们的手肘会靠近身体，你的大拇指会慢慢的朝向天花板。好，这时候你会感觉到你的肩胛骨下缘跟我们肩胛骨内侧会有点酸酸的。好，记得在做的时候呢，核心要帮我保持好稳定。好，准备好了吗？我们要开始咯。我们待会会有10下的时间，开始。一，记得你的下巴回收。二，肚子也要帮我保持好，持续的出力哦。三，
非常棒。四，记得保持好呼吸。五，加油。六，你的肩胛骨内侧会有点酸酸紧紧的。七，肚子保持好出力。八，最后两个了，加油。九，最后一下。十， OK， 好，我们完成了背肌的训练。有没有觉得背部有点酸酸紧紧的？好，接下来呢，第三个心肺的训练，我们会在地板做一个登山者式训练。好，待会看着我操作，先示范一次。双手一样呈现四足跪姿，双脚没问题，稍微双脚延伸伸直，下巴微收。待会呢，膝盖可以往你的肚子方向靠紧，换脚操作。好，在操作的时候呢，你的身体不会有上下起伏的动作。OK， 帮我保持好身体的平板姿势，脚帮我延伸收回来。好，等一下的速度呢，我们会像这样子。好，在操作的时候，你的屁股不会有上下晃动的位置。好，帮我保持好你的核心稳定。好，准备好了吗？待会我们会有30秒的时间，帮我用你可以完成30秒的速度来操作。准备好了，双手四足跪姿，脚延伸。好，来，我们会有30秒哦。三、二、一 ，Go！ 好，在操作的时候记得核心的稳定。好，你的下巴微收。如果你觉得强度太高了，你可以选择抬腿就好了。好，准备好了，继续，保持好呼吸，加油，继续呼吸，快要完成了，下巴微收，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好，我们完成了第三个心肺的训练。